朋友们，这20天过得太快了，一晃还好多朋友都没见着呢，还有好多朋友们都期待着我跟他们见个面，我也期待跟他们见个面。你说这20天就是一晃一眨眼过去了，让我想起了40年以前，83年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，我妈妈送的我。当时我妈也拄了一个拐棍，因为她得了脑血栓，就一步一挪的送的我。40年以后，我也血栓了，仍然在这首都机场里。你说这时间过得太快了，朋友们，记住了，善待自己。风吹过青草连绵，我一山矗立在眼前。巍峨山巨高如云端，马上就要上飞机了，生活穿越来穿越去，无论穿越到哪儿，只要你穿越对了，只要你按照你的心里想的穿越，无论到哪儿，都是你心当中顺心的啊。这次来到北京，再也不想走了，谁也不会跟他们多说说实话，没办法，那边有个家。这两边都放下。